我是观光列车长的2811年6月12号，桃园 X Park 最主要的生态系有没有海洋？14:35，大概是鲨鱼来了。咦，一大群鱼有没有？有人，那边，右边，你有看到人吗？那一个啦，挖石。对呀，有人啊，有人呢。我有看到。安学院下那个工作，潜水员。真的吗？鲨鱼哦。鲨鱼，真的很赞呢。如果喜欢那个猫，咱们多多点我们的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快点快点，我会失秀了。来了来了，有没有很可怕啊？被群鱼包住的感觉。红鱼，你要跟着老师去上课吗？你要跟着老师去上课吗？海底总动员红鱼老师啊，海底总动员的红鱼老师，知道吗？是红鱼老师，你跟他挥手。哎，真的很可怕哎！你被鱼包了，我很酷。Thank you.
男生能看到这场秀。如果小明跟妈专门偷偷给我们妈这碗面，我们支持就到了吧。10:41，我们拍摄的这一场小型喂食秀，哇，还不错。妈妈在吃什么？这下面这只。哎，太坏了。这下面这只吃什么？这只老大哥也很忙。他就是不想吃东西。哇，红鱼来了，回下红鱼。好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